1945年秋季的一个傍晚，延安中央军委电台突然接到一份苏皖方面来的急电，电报是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以个人名义派发的。此时前线并无激烈的战事，黄师长为什么要超越常规直接向军委发报？这份电报究竟又有着怎样紧急的内容呢？这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张合影。1945年的八月，当两人在重庆谈判中拍下这张照片时，他们已成为中国两大阵营的领袖人物。然而，和谈的背后，蒋介石却积极调运兵力，伺机发动内战。此时，中国共产党手中还没有掌握地域广阔的战略根据地，一旦大规模内战爆发，将遇到极大的困难。我可以帮你，这个建国给开中央建立，我先东北是最好的地方，你全套工地能力啊，这个全套，那作为我们全军的大后方案，非常必要。全军全经过八路军训练，派多少军队？率部驻守苏北的黄克诚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于是他用三师电台直接向延安发报，建议党中央速派至少50000，最好100000部队向东北挺进。国共两党谁能首先取得东北，谁就能取得军事先机，并在以后的斗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黄克诚的想法与中央不谋而合，仅仅在他的电报发出6天以后，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而不久，黄克诚与新四军第三师也遵从党中央的号令，从苏北千里挺进，奔向白山黑水的东北战场。当时进军东北的主力部队啊，主要是山东的八路军，有6万多人，还有新四军，像三师就有35000多人，一共有10余万人。由于各个根据地都自觉尽最大的努力来实现党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从1945年8月到同年11月，先后有11万部队和20000余名干部通过海路、陆路分别进入东北，解放了锦西、锦州，接管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到了1946年夏天，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发展到27万余人，并建立起南满、北满等根据地。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撕破和谈假面具，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当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127万的共产党军队面对的是蒋介石430万美式武装的总兵力。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说，只要6个月便解决问题。蒋介石则更自信，说只需3个月便可胜利。面对国民党军事上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不失时机的决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确保全军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顺利转变。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年来到中国的情景。1946年8月，几经转辗，斯特朗在延安的枣园里见到了有着各种传闻的毛泽东。毛泽东告诉这位美国朋友，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正是在这次谈话中，
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武装了全党全军的思想，增强了解放区军民团结一心战胜敌人的信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东北民主联军兴起的诉苦运动引起了延安毛泽东的重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整军运动对于扭转战场局势、夺取军事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向来以作战勇猛而扬名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是最早开展诉苦运动试点的一支部队，通过发动大家挖苦根，使广大官兵认识到要报仇要翻身只有打倒蒋介石。因为那当时的部队啊，都是一个翻身的农民，还有这解放过来的战士，都是被迫当兵的，所以说呢要进行诉苦教育对他们来讲都是痛哭流涕的，那很起了作用的。那时候叫阶级仇恨吧，干以后又阻止部队啊演出包门白毛女血泪仇，我去带队的，让他们看看回去阻止讨论的，就起到战前的动员作用。经过诉苦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干部战士的牺牲精神和战斗热情。在1947年1月四保临江的战斗中，三纵队最早开展诉苦运动的三营九连团结一致，英勇顽强，克服各种困难，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半数以上同志荣立了战功，并涌现出许多著名战斗英雄。因为美国学者曾经说过，就是说这个新式整军运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军队所没有过的政治手段。他认为这样的集体诉苦比任何指挥员、政治委员的讲话都更有感染力。这个连的这个诉苦经验，把它推广到全团、在全纵队，在后来呢，又给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呢，卢荣宽把这个报告报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一看这个经验很好，又推广到了整个我们的所有的部队。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将东北民主联军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亲自修改并转发全军，此后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在全军各部队全面展开。到了1948年3月，毛泽东又把这次整军运动称之为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讲过，我们总想找到一种办法如何改造国民党军，但是很长时间内我们并没找到一种特别好的办法。经过两易三查，他懂得了为谁抗强，那么政治觉悟提高了，他就敢于英勇作战，可以奋不顾身来这个杀敌啊，所以说战斗力呢就空前提高。新式整军运动作为解放战争中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一大创新，为军事斗争提供了可靠保障。在当年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与新式整军运动同时推向全军的，还有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党委领导制度的重大决策。1945年夏季，刘伯承、邓小平率先在晋冀鲁豫军区恢复了党委制，随后华东野战军、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也陆续在部队、团以上单位成立了党的各级委员会。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这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党委会条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战员不仅为党的奋斗目标去英勇作战，同时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指挥和监督之下，把对党的忠诚写在了自己的行动中。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但是的基本企图呢，他就是利用黄河，黄河归固来封锁刘乐军南下，同时集中重点对山东和陕北来发动重点进攻，然后呢，与解放军在华北决战。毛泽东，我坚决我不让你这么办。所以这样话呢，毛泽东就让刘登千里要进大别山。为实现中央军委这一战略意图，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四个纵队，从150多公里的正面，一举突破了国民党黄河防线，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连续打破了20多个旅的围追堵截，先后渡过了黄泛区，渡过了淮河、汝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整个战略部署。1947年8月以后，解放战争的战场面貌为之一新。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陈谢兵团和华东野战军相继在豫西、豫皖苏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三支大军陈兵中原，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也就在这个时期，这支人民军队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幅员辽阔、规模宏大、参战部队众多的三大战役战场，依靠着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在太行山下这个名叫西柏坡的小村庄，中共中央用一封封电报指挥着百万大军纵横驰骋，决胜千里。而坚决服从党的指挥，各野战军指挥员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在强大敌手面前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整体合力。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野战军已经做好了先打长春之敌的作战计划，但中央军委从全国的战略形势考虑，要求东野先打锦州，切断国民党重兵集团南逃入关的退路，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当时东北野战军坚决按照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修改了战役作战计划。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主力连同地方武装103万人，先克锦州，而后逐个解决长春、辽西、沈阳和营口之敌，共歼灭卫立煌重兵集团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中共中央在制定正确战略决策的同时，紧紧抓住党对战略决战的坚强领导，决定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成立党的总前委，保证了在大规模作战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淮海战役包括后来的平津战役都是两个以上的这个建制单位，是吧？你说这个像这个淮海战役，它是这个中原野战军和这华东野战军各有司令政委，那么如何统帅这两支部队包括其他地方部队，这样就要产生一个超野战军的这样的一个指挥机构，这就是总前委的出现。辽沈战役刚结束，党中央立即电令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地方武装60万人，发起巨大规模的淮海战役。
在昔日的淮海战役战场，也曾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1947年，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野战军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扔掉了所有的重武器，轻装前进。所以他们是在没有重武器和战斗员额不满的情况下，加入淮海战役战斗序列的。战役的第二阶段，为支援中野歼灭黄维兵团，陈毅和粟裕对华野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陈老东他直接是给我找电话，就说二爷的这个一进大别山呢，把这个重武器都打了埋伏了，三爷这个炮兵呢全部拿上去。总前委决心以中野6个纵队和华野2个纵队及各纵大部共20万人组成东南西3个集团，12月6日16时30分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陈老东都交代了一下，徐玉同志也都交代了，这个黄队级的这个小伙，咱也一根枪也不要，一粒子弹也不要，都交给这个二爷。二爷用的大别山伤元气了，那个大家一点意见没有，都是我们党的部队吧。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下，共产党的部队可以放弃各自的局部利益，在战场上精诚团结，互相支援，弥补了自身装备和力量的不足。而国民党的军队则因为派系林立，相互掣肘，最终落得了失败的下场。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这是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仗，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被包围在陈官庄，四面楚歌，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人民解放军从22年前在井冈山上，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开始战斗，现在已经胜利了，这是百战百胜的战士。当年淮海战场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国民党重兵集团是8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是60万人，以60万对80万，最后打败了80万。在西柏坡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至今摆放着一本台历，看似普通，却因为历史的定格而有了最不平凡的记忆。1949年3月23日，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告别了这个最后的农村指挥所，前往北平。从空中往下看，此时的北平与1920年毛泽东离开这里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中国的历史却发生了沧桑巨变。而就在不久前的1949年2月22日，由于在三大战役中接连失败，被迫宣布下野的蒋介石回到他的家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但蒋介石未曾料到的是，此次返乡祭祖竟是他与故乡的最后诀别。
1949年10月1日，这是永远镌刻在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天。久经战火洗礼的人民军队行进在长安街上，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上，每个人都在尽情分享着人民政权成立的喜悦。此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突然开怀一笑，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但毛泽东的喜悦之情却是淋漓尽致。在审议新中国成立典礼程序时，毛泽东说，不要管礼炮21响的国际惯例，开国大典礼炮要放28响。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从1921年到新中国诞生的这28载春秋，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着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激情昂扬，浴血奋战，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对手，在28响礼炮声中迎来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是什么原因让一支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是什么动力让一代的军人前赴后继，一往无前？是什么精神让这支队伍与时俱进，永葆本色？因为有了您，我们注定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诗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军魂》